终于是大家万众期待的跑跑二上线的日子啦。其实它不叫跑跑二，它叫跑跑漂移啊，叫 drift， 只是说还习惯叫二啊，因为我觉得二比较好记一点。那它的设定呢，其实就已经有这一些了。那声音的话，它的音乐全部都是保留一的音乐，然后在二里面重新做编曲，所以。我自己觉得他音乐变好听了。然后指法这些东西呢，我们一般玩跑跑不是用4568在玩吗？然后他这个一样是可以改键改4568的，但是你改键之后呢，你甩尾会有点 bug， 会有点问题。好，那进到游戏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界面，那界面完全改变了，跟跑跑一是很不一样的，变得很整洁。然后那边驾照啊、车库啊、机票挑战，然后这个机票因为它是封测，所以它是可以免费开的。哦，我是已经开了，那你透过游戏就可以把你的通行证弄好，然后就到后面。一开始玩家可以选的就是这几台车，包含了舒适啊、原型车啊、练习，这个就板车，然后合金、爆裂、龟龟车跟马拉松。那你通过开通行证之后呢，你可以开到的车有更多。好，那我们先进去看一下它的整个界面是如何。一开始新手教学嘛，从现在过一次新手教学。也不是很难听，我觉得有一点太吵，但其他我觉得做的蛮好的。然后左边还有那个进度条，你有看到吗？那这应该是程高吧。然后它的加速声音啊，你可以仔细听，速度感很棒。没有，速度感很棒。它的速度感比原本的一侧跟跑跑一来比好很多。好，然后新手教学就这样结束。然后新手这边呢，就有一堆训练。那这个训练我们就先不看，我们先到计时赛里面去体验一下它主打的这个画风。然后它这一次二侧开放的地图其实比一侧多很多。沙漠金字塔、沙漠巨人工地、沙漠渠道、冰晶洞穴，这个叫什么我也忘记了。然后冰山极速，然后这个原本是城镇竞技场，然后它变成了冰系列的。然后墓园、幽灵峡谷，然后幽冥鬼域、恐怖小径、城镇钟楼、城镇手指、城镇运河、城镇高速公路，然后城镇公路，然后森林有两张。它这次开放出来的地图很多张，那我先带大家看我比较喜欢的一张，就是城镇公路。城镇公路是我比较喜欢的一张。然后等一下再带大家看一下高速公路。哎呦，有没有？它进洞穴之后呢，它的阴影感我觉得做得很好。然后出洞。不过它不能缔造，的确是难受一点。可是它的甩尾幅度，我觉得也有点差异。你的小飘不能太小，我自己觉得应该是 bug， 也有可能不是 bug， 但有没有像这样，就是你会有一下很大的延迟。我自己觉得应该是 bug， 就那一下小飘你会飘不出来，太小了。不过这个毕竟还是二测嘛，第二次测试，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改的。这边的人行道有保留吗？哎呦，我没保留。点喷，有没有？像这一下甩尾，其实我很早就按了，但是它大概过半秒才触发出来，而且是偶尔的。但你可以看这边的画风，我觉得做得很精致，比起一来讲，我觉得好很多。撞到之后还会有一下那个星星的反馈。整体音效也好很多。哇哇哇！没有，今天不是工商，今天只是先带大家看一下，体验看其他车。每一台车的数据看起来都长得差不多，我们就开舒适吧。不过，然后再带大家看一下大家最熟悉的城市高速公路。
然后他气好多、哦，他这应该是比较低速的。然后其实跑跑一的玩家呢，来玩跑跑二其实无痛转职啊，我自己认为无痛转职，因为真的是差不多。哎，看这个甩尾还是会有 bug， 就是反应没出的问题。像这个也是，可能会有一个机制是。没有，我刚才说的不是缔造的问题，而是它有一些甩尾呢，是你有按，但它触发时间晚很多，而且是偶尔，不是说经常。经常的话，你也可以找到一个规律，但它这个是偶尔，所以它这个 bug 还是比较明显。还有这个救护车的声音，没有，像这个反胎呢，它是出不来的。他就会晚很久才出来的，有没有？他是没办法反开的。就等于说，嗯，他是只要甩尾你要反开，但你在反方向没有反应，你要把甩尾放掉，你已经没有在甩尾键了，他才会触发那个甩尾。其实地图细节的部分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地图细节的部分，像一开始的这边靠近路的这个地方，那这个草做的还是很精致的，你看，然后这边的房子的光影跟细节都做的还不错。好，然后你再看一下这个墙的质感，我刚才经过的时候就有看到这个墙的质感，真是有点屌。那能360吗？还是很快？嗯，很诡异，感觉很诡异。可以用啊，可以用，但感觉很诡异，不是很顺。应该是可以，但不是很顺。欸，我要玩一下旋转工地，旋转工地有的话我还没玩过。沙漠旋转工地，开跑。然后起跑也少了那个倒数，哎，拍谁？重来！哎呦！哦呦，那整体画风改变不少哎，虽然都是沙漠，但改变不少。哎呦，这个声音！先跑稳一点的，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路长怎样。不过他这个撞墙反馈的力度好像没有跑跑一那么大。小木板区，木板区这边还是完美还原的。找这个跳板，哎呦，帅气！360，还行啊。然后这边跳下去之后呢？哦，他这个顺多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又拉到地罩了，很烫很烫。不过他这个真的是这款游戏应该主打画风的，完全是不同游戏啊，就只有赛车是一样的而已，手感是一样的，但画面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游戏。
那操作上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，就是在它一些甩尾反馈上面有些怪怪的。感觉还是360才会正常，才会过那个地方。我弟，新纪录，跑得好菜。可是他那个哗哗哗，实在是，我不行。我有听测试的一些朋友说，其实在他们那个测试版本里面是有地噪的，只是说可能是这个版本还没有完全设定好，所以说就先没有放出来。那以后是会有地噪的，反正现在是没有的。